的秀涛，非常的秀涛。他跳舞的方式就是用直立式左右摇摆，双手摆动的方式来前进。那其他的范家驹，他个子比较小，他用比较灵活的方式来跳舞。他灵活的方式跳舞就是他代替这个神像里面将相关的代理由这个比较好操，想象比较好操作的这个范家驹来代替。相较之下，谢家驹的操演是比较耿直，范家驹的操演是用比较灵活的方式，也就是不动不静，不动不静。这个在传统的神像里面，象征我们这个所存在的这个地方的世界啊，有动静两种不同的生态。也有人说，这种动静其实象征阴阳，象征不同的意涵。不管怎么样的解释，我们神像的操演，在世界现在应该台湾的神像操演，应该是非常具有特色、非常具有特色的操演。台湾的神像操演，除了步伐长短，衣服非常的华丽，貌似雕刻。现在东南亚地区、大陆地区很多东南寺庙也都来台湾仿效台湾的这种神像的制作跟操演的方式。我们台湾汉人自己也可以说是神像这个产业的输出国。中国大陆在人口中很多传统文化会消失，神像在台湾的北部非常盛行。台湾北部传统的庙会，通常的搭配是用北管，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北管搭配神像来操演。北管在台湾、中国的传统乐器里面，分成两大乐器。北管是过去在洛阳和中国北部比较常见的乐风，它用大锣、大鼓。比较激昂的音乐来演奏，相对于北管的热闹，另外一个传统的乐风就是我们比较少见的南管。南管乐风就用小乐、弦啊，其他比较文静的乐用唱曲的方式来展演。那传统的乐风就是北管的乐风，通过北管的
请来，由我们姚姨来。